80多位收容人双手合十，虔诚浴佛。 来自印尼的雅蒂进来收容所才一个多星期，雅蒂到台湾工作3年多，半年前生下宝宝，温馨五月特别想念妈妈。我妈妈她不知道，如果我们被错了，我没有跟她讲啊。雅蒂带着宝宝住进收容所，等待遣返的日子心中五味杂陈。浴火真的可以安定人心了。 我们非常希望说，我们受收人在这里等待要回家的这段日子里面，能够非常安心，给他们感受到台湾的爱，以及呢大家对他们的关怀。浴佛安定心灵，也把爱跟祝福传了出去。大爱新闻黄子玲、郭继宗南投报道。